太爽了吧！我真的忍不住我的作品，我笑到腰好痛。等一下，为什么是腰痛？腰痛。对不起。我觉得我很完美呈现你的题目。我先关麦，对不起。你也太爽了，太爽了。对不起。哇，我真的不会盖这个东西，好难啊。对不起，我真的觉得好笑。我的腰好痛。惨了，我一定会被呛。啊！不要用感觉。你有哪一题没有被呛？好像有到了。啊啊！我刚刚用三个了。哈哈哈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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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都要自己召唤哦！我一脑袋在晃动，我觉得很棒，太麻烦了吧？妈，你怎么长这样啊？妈，你怎么了？怎么杀不死啊？嘿嘿，拿那个剑砍就是。放我完了。哦，太快了！妈，你怎么感觉像没穿衣服啊？来来来来，然后我们再加个东西来装饰一下它。好了，我笑完了。你回来了。你也笑得太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太夸张了。回归了。圆圆，你等一下看到不要笑哦。好，我考虑。你要尽力哦。有这么好笑？而且刚刚想拿珊瑚来装饰，结果它死掉了。珊瑚、哦、会变白化，是不是？对，它干掉了。倒水啊！好，很棒，很棒。哦，这个也可以。看我操啊！这样子吗？好，等下就把妈妈盖起来。珊瑚被吓、哦、会歪哦，珊瑚被吓死，珊瑚被吓，珊瑚被吓死。我盖的好可爱啊！好了好了，差不多了，就这样了，追随圆圆的脚步去了。我也来了，我也来了，我来唱一个。东西，啊，不是颜色虽然奇怪，可是看起来比较像有衣服。可以啊，圆圆猜得到啦，他太没有看。哇！我发现那个巧克力的那个轻小说标题，怎样？怎样？怎样？太废了，太废，太废，吸引不到你。轻小说我不会买啊。买一下，买啦买啦买啦！然后，耳朵，所以我现在严正怀疑他没有看轻小说。我没看、啊，没有看轻小说。哇，这应该是我今天做过最棒的作品。没有，我刚刚还要清谈，不要误会。好、啊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。我真的要清谈呐、啊，我刚笑很久哎、欸。盖下去了，按下去了。去啦，等一下，我还没，还没。每次都是你，都我，都我，对，我的锅。我的锅，哇，那你就按下去吧。
他放弃治疗了。等一下啦，没关系啊，我也还没开完。嗯，那我可以改妈妈的锅。我可以画蛇添足了。我觉得我好棒啊！我来尝尝。太棒了！哦，这个好饿哦，比例不太对，算了，没事。我奇怪，我应该盖相反，对不对？有啊，这上面看得出来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好可爱啊！他就长这样啊，可以啦。照理讲，就算也是这个故事，我一定会取，不会取这个名字。啊，卡哇伊，这个不是，他很棒，这样很奇怪啊，就还是原本一样的，欸，对，嗯，这样就好了，这样算了，没关系，让他们用猜的好了。不要加个门嘛，我就在后面，你好好跟我说啊。让他用猜的，让他用猜的。他没有想要跟你对话的意思。没有没有，误会。误会误会，我习惯用门而已。好，没问题没问题。我就是这么大只。那我让你猜。你现在讲的都有啊。什么问题妈妈都来自异世界，说问题妈妈都来自异世界，我看过了这部作品，好看的是吗？这我觉得蛮好看的。啊，下去啦，十分钟了。小雨，我们下次要送那个喽，强制传送。快了，这么硬啊！你们的巨作真的很久，你我也觉得会拆歪，可是我觉得已经很接近了。哎，对哦，小雨都是在我后面的哦。对呀，有哦。那你也怪巧克力啊？看我屁事！全部都给一些奇怪的。哎，会红的作品好不好？会红的作品，看到会想买的。可是好像没有证哎，算了，就等一下。可是我怕黑不懂哎，没关系啦，没有你按下去，你怎么盖也不一定下一个人可以懂。你怎么盖我还是不懂。不会啊，你一分钟盖完，哎，说不定下一位就懂了。我觉得你上一个盖的就超好的。哇塞，笑流口水。我觉得你一定不懂。那你就按下去。反正他都不懂了，没关系。他懂了，他不会懂啊。我看过的作品无数，我相信我懂。这个没吗？有啊，在这啊。啊！我觉得我不懂。哦。哇！我觉得我真的不懂。什么啊？你不是说好不能笑吗？这个是笑小。我知道这是什么。有没有？我盖得很猛吧？头不要看，是不是？啊，身体上那个是什么？为什么这么像花花的？思考一下，花花。阿舅吗？我操！这个是有够难的哦。所以这是一个还是两个啊？啊？这个是这个答案是一个还是两个啊？就是一个啊？一个啊？这有几个字啊？这有几个字？很像。右边那一只是我无聊盖的。右边那是，所以就是那挺哦哦，哦不是 我知道是什么。好好，哦，算了，我就猜了。这个到底是？我觉得有点像，我就这样猜了。你盖的好像鹦鹉哦。啊，好像要反过来猜哦。随便猜。我来确认一下，一下是不是？我想要猜。我先去 Google 一下那个作品是不是叫这个名字。我们盖三次了吗？两次了，还有一次，欸，真的，欸，好想要猜这个，欸，我猜对了，我好屌，我觉得我应该没错，我觉得我那个特征有盖出来，杰克，我懂你，还好我有看过这部作品，这太冷门了，我想，我那个想要猜这个，我没看过，你知道你的头超像 Moco 的吗？好啊，我头。
你好坏、哦、没有啦，没事。我觉得繁星旁边那只很可爱、欸。我只是在冷笑哎、欸。还好你没有说繁星下面那只很可爱。应该是了。不然我会猜另外一个。最后一个。Yeah、哦。大家要速度盖喽。好。还要盖哦。哦。好坏哦。圆圆，你干嘛啦？哎呦，不是我啦。这个我可以哦。白痴哦，这什么啦？这很难看。杨凡 ，Hello，Hello， 来我看一下哈。是啊，白痴。我看一下 Moco 的人设哈。你为什么要看 Moco 呢？是不是很像？是很想干 Moco 啊？为什么打 Moco 是蛋包饭啊？你打 Moco 收底了吧？打 Moco YouTube Moco， 你们去找 Moco， 然后出现一大堆蛋包饭哎、欸！蛋包饭可能有 Moco 蛋包饭之类的吧？哇，我看一下哈、啊，看起来很美味吗？点餐点包饭是不是做的很像 Moco？ 你自己说哇。我还没开始做，这人要怎么盖啊？肚子就饿了，我想一下哦。哎，豆内，眼睛是蓝色。不是你这个，好，还好我抽。黑色就是跟我刚好相反的。我觉得我抽到题目都蛮好。不要这样啊！抽到题目运气都不错，运气都不错。圆圆，我也很痛苦。我是在盖这个啊。都是跟什么数字七有关？对啊，对啊，你中邪了！真的？你到底有多喜欢七？不是，说到的就是这样子。帮他解释是真的这样子，不错，这样还不错。所以你刚刚说什么？啊？真想素材包拿出来丢一丢就结束了。他就是素材包丢一丢，你也可以。哎，都欢迎加入素材行列。我看他都是素材包了。为难，为疼。为难。素材包丢一丢。就在上面一点好了。然后想一下。在下面一个。发现不够，好单纯。你说看到我在玩 Minecraft， 嗯，对，没错。嗯，哎呦，太巴气了 ，LP， 五等份的妈妈不够看，要七等份，太多了。哎呦，我好像，哎呦，七个、哦。七个了，七起来！87。哎呦，好像不错。要怎么用才会比较像？哇！好，忘了做眼睛了，融住眼睛的。要了，好了，结束了。你这丢素材啊？啊，算了，这个当眼睛。然后里面什么？咖啡？可以。哦，不错。很大吗？可以。哇。跟七有关叫什么？七全妈妈，七全妈妈也太靠了。会不会太高？然后下降一个，然后好恐怖。嗯，做的真丑。
怖哦，越来越恐怖了，怎么办？这样，好了，有像有像。这样子吗？嗯，那再做一个。好难哦。不会也这个也撞题吧？这种撞不了了吧？哎、欸，我觉得，哎、欸，各位观众，我觉得我真的做的不错、欸，哎。把我们放在眼里啊！刚刚对我的那个作品说出了七个一模一样的东西的人，有，我觉得这样好像可以哦。结合两种元素，噔噔，完美！噔噔，盖完了，盖完好空虚哦。那你可以来盖我的，我痛苦啊！好了好了好了，盖好了。像的。